他有跟我提议，希望有哪几位能够优先考虑，我会做优先考虑。这个是他当面同我讲的，所以也不必揣测。主席，不是要请教一下，现在传说韩国瑜因为没有推荐不分区的这个提名权啊，那遭地方洗脸，那参选人他有不分区的提名权吗？另外想问一下主席，是说就不分区名单，您目前是排第二吗？没有这回事，我从来没有说我要排第一或者排第二，不会的。我们提名不分区的立委，首先会把专业组排在最前段，然后政治组才是排在后段。那我们预计能取得的席次，我们会考虑，会考虑，就是这样子，没有说要排第一或者排第二这个事，这个都是别人揣测的，那个不算数的。主席，可不可以帮我回答一下，那个韩国有没有不分区的名字？对不起，从来没有这个例子，但是他有跟我提议，希望有哪几位能够优先考虑，我会做优先考虑。这个是他当面同我讲的，所以也不必揣测。